平近30年不到，每年暑假必备良药，据说重播了3000遍。我从个人视觉角度来看，这剧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，虽然那时的拍摄手法与后期的视频剪辑方面都跟现在有差距，但至少从剧中的美女一点也不现在的那些荧屏女神差。今天我来细数下86版西游记绝美女神老鼠精四探无底洞里的老鼠精。美帝最妖艳，嫦娥仙子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在天庭上跳的那段舞，衣带飘飘，身材婀娜多姿，随着她舞姿的摆动，真的如同广寒宫的月亮般皎洁明亮。女儿国国王没有什么男人会抵挡得住这样的女人，那么柔情似水，又那么善解人意，就连唐僧都动了心，说了一句如果有来生，哎，美女的魅力实在无可挡了。龙公主，大美女龙公主，小白龙的老婆，却和九头虫好了。这女孩子挺刁蛮的感觉，但眼睛特别有神。蝎子金堂长老，今天就是我们拜堂成亲的好日子。唐僧母亲，真正的大家闺秀，典型东方美，性仙不但舞姿婀娜，